理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嗱，翻嚟第四節嘅啤李漫步啊，咁啊，果然啦，我可以真係做埋第五節啦，似乎我哋講快啲先再。日本連續三個月錄得300万旅客入境，頭五個月香港遊客已經破100万，呢個係咩數字？300万點樣？我哋係冇得對比就冇得講。我呢個咧係對比2019年疫情前，佢咧都上升咗9.6%。對比2019年疫情前啦，上升咗9.6%，亦都係連續三個月都過300万嘅人次訪港。而嚟自香港嘅咧遊客咧，比2019年嘅同期咧就多15.1%，即係話咧喺呢個增幅入邊，香港人嘅貢獻係大嘅，因為佢9.7啊嘛 ，overall 咁淨係香港就15.1，即係香港人係多咗，比2019年前去日本人係更加多咗嘅。OK， 而淨係頭五個月咧，即係1、2、3、4、5個月咧，已經超過100万人次去過呢個日本旅行啦，即係每個月係超過廿萬啦。嗯，每個月喎，20万人。根據上次我哋睇啲統計咧，話每人咧係使13000几蚊喺日本。OK， 我而家即刻計啊，我當13000蚊啦，成個18000万。26亿，咁當然唔代表喺香港使曬啦啲錢會，OK， 即使即係去唔去日本嘅話，都可能去第二度啊。咁你去香港你死唔死？好啦，嗱啲數字唔講啦，因為最主要咧啊，其實佢點解會咁勁咧？除咗香港遊客之外，大陸客係跌㗎，未回復到2019年水平啊。但係因為咧啊，嚟自歐美啦、新加坡啦、印度啦嘅遊客係多咗啊，咁好容易理解啦，日元平啊嘛 ，yen 平啊嘛，啊，所以就越嚟越多人去日本。嗱，琴日我哋講過，日本甚至乎考量緊啊，話要做一個即係兩個價格啊，對遊客啊，嚇要收貴啲啊，我哋我都贊成啦，啊，嗱其實呢啲咧真係咧呢叫搭雞屎，我都係日本仔，我都支持啊。屌你老母！佢呢啲係 happy problem 嚟嘅。我哋而家係減撚到屌你老母喺 cut fall 又話派券啊！屌你老母你嚟啦！結果啲人揸住張券啦，我一零消費。係嗰200蚊唔知派咗幾多？係嘛？喂，咁你咪知道呢個世界上係乜嘢事情咯？甚至乎日本冇做啲乜嘢，做啲嘢餵你完全係趕客嘅，我要收你多啲錢啊！太撚多人嚟啊！咁咪京都又要收唔知乜撚嘢，屌你老母入境税啊！係咁撚串啊？點解啊？呢啲咪食力咯，你咪加人嚟錢咯。有啊，啲酒店嗰陣時啊，啱啱開關嘛，又話五一就加，結果咪冚家鏟。人哋唔撚味唔過夜啊，瞓街啊！屌你老母閪，我都唔知佢點頂。嗱，另外嚟睇張單先。嗱，有一個咧，內地女子喺小紅書今次撐佢啊，今次撐佢啊，話嚟香港尖沙咀開港城食飯，一見到一張咁嘅單，大家佢睇過。咁佢話咧，去到一個一星嘅米芝蓮，咁佢冇話 fine dining 嘅，因為 fine dining 因為1300几蚊又唔係貴嘅。嗱，好啦 ，total 十 total 1552 ，service charge 10% 155.2，好啦 ，one 定8毫子。嗱，佢就最主要係呢啲8毫子。嗱，一般人講就幾毫子。嗱，其實我今次撐佢嘅 service charge 咧好多度唔使，但係亦都好多國家要一啲唔止添20%有。OK。咁明碼實價喺門口聯名冇所謂，咁1570、1500几蚊，155.2，好啦，即係你多2毫子啫。喂，如果我係餐廳咧，我一係就係收1707.2，你驚蝕桌啊嘛？啊，一般嘅做法就4×5日。係啊，咁呢啲咪1707蚊咯，甚至我都唔四捨五入，咪照打毫子咯。嚇！屌佢冇，佢冇嘅就有鳩佢啦。你咧咁樣嚟2毫子嚟收到人哋1蚊咧，收多8毫咧，肉酸啊！係好撚好撚好啊！佢亦都老實講，
這個客都話啦，佢其實都唔介意嗰白毫子，佢話亦都唔係討論佢嘅食物質素同埋環境。佢話但係乜嘢事咧？係嘛？四捨五入嘅，咁你咪寫個二咯，零點二。嗱，佢唔係多餘啊，我唔知點解會咁樣。即係一日幾多張呢啲單咧？你當你揸的士啊？的士就會一毫，唔係啊，都變一蚊。的士佬唔係啊，好多的士佬咧，其實真係幾你撞銀嘅啫。六七毫子咧，佢就真係當一蚊。一毫子但有，但我自己經過嗰啲咧，多數咧有陣時，譬如我搭111蚊啦，嗯，擺一蚊得啦。我好多時係咁樣喎，我做，唔知我懷疑啊，我真係懷疑，唔知係咪叫吸引力法則？我真係撞唔到咩閪的士佬喎，我成世人有嘅，但係好撚少。點解啊？屌你，我係好客咯。通常咧，嗱，譬如人哋82蚊，85咯，啊，但係好多時有陣時啲的士佬咧，80得啦，有陣時會咁樣嘅喎，咁撚奇妙喎。嗱，呢啲咪真係啦，啊，唔好話人哋黑你啦，我就覺得1707.2咯。人哋都俾得1000多蚊你係咪啊？白毫子你都要咁，唔係事實上你如果四捨五入都均增啲啊，真係均增你死嘅。好啦，另外咧，阿 B 哥啊 ，B 哥，大佬 B， 系啊，好多啊，唔系中振道啊，好多歌嘅，嗱，譬如我哋成日唱嘅，啦啦啦，在某一天於街中碰着你，呢首叫甘心啦，啦啦啦，仍很美，亦都有仍然深深愛他，仲有就讓，其實佢都好多好歌喎。真係名曲啊！一切隨風，仲有今天我滿懷寂寞，當你我像空氣裡面兩點水，即係同阿張榕芳啊講 MV， 仲有話好多歌，而家講阿 B 真係好多嘅，又有咩蚊帳咩機關槍咧，槍槍蚊帳嘅咩哒咩我帶水壺遇水哒嗱，其實咧我就慢慢咧就放低咗咧。啊，對阿、B 嘅仇恨嘅，有陣時我都會聽下啲歌，但係咧，我仲未去到可以去即係支持佢咯，即係俾錢，我就即係仲未達到。我希望有一日我會去睇譚詠麟演唱會俾錢啦。好、oh. ，OK， 係啊，佢咧就個女咧就出道 ，OK， 咁喺大陸出道嘅，咁都正常啦。因為點解咧？你香港都揾唔到錢喎。好啦。但係出道嘅時候正式出道係中意嘅，啊，咁佢咧就揾咗佢嗰班 friend 啦，哇，好多人喎，真係好多人喎。嗱，我哋都知啦，啊，譬如杜德偉同佢 best friend 關之琳、舒淇、任賢齊、陳小春，哇，温雅、梁家輝啊、張學友，好多人就組成一個叫做星級打氣團。嗱，我唔知道呢個節目係咪需要有啲人咪去打氣，因為我冇睇啊，啲內地嗰啲大陸嗰啲咁樣嘅綜藝節目。但你問我使唔使啊？其實。即係對佢係好定唔好咧？唔係，即係你點咧？你就點，你唔點咧？揾更多人嚟襯托你都冇用。唔係啊，因為星二代其實係好大鑊嘅。嗱，我哋公道啲講，星二代往往佢有陣時可能要比人哋付出更多添。咁當然啦，有啲話喂，屌咁你始終就算你欣兒去到而家咁樣抑鬱症，都有人咁講。喂，如果佢阿媽唔係阿肥，佢有乜機會啊？你某程都可以咁講。但係喂，一個人冇得揀自己出身嘅喎，冇得揀嘅喎。嗯，佢冇得揀個出身，但係佢又中意呢行。嘅話係咪唔可以入呢行咧？因為佢父母，於是乎因而承受嘅壓力係眾多。而事實上咧，有幾多個星二代係真係紅到咧？唔係咯，但係好少。好嘅，所以咧，因為點解有陣時會有嗰種屌你咁，你又靠人咯咁樣。所以你話呢一個策略係啱定唔啱咧？我反而懷疑嘅。咪就係，係嘛？嗱，其實咧。啊！我唔知佢嗰個何正遠，我唔記得啦，一個韓星嚟嘅，都係最 top class 嗰幾個嚟嘅。喂，佢又其實韓國有好幾個啊，都係即係星二代，從來唔講啊，係直情大紅咗之後，啲人發掘揾料先知道，原來係邊個導演個仔。點解咧？第一即係等於我哋工廠王子以前咁樣啦，唔好俾人知啦。第二咧，可能係反而仲驚引起個公眾嘅反感添啊。至於你係中意佢能唔能夠紅到咧，係嘛？你話而家咁樣，即係我覺得你亦都冇必要話唔認呢個係我邊個阿邊個女。但係你話揾到咁多人，哇！又學友又成去打氣咁樣。阿舒淇仲講到我係嘅第一代元祖粉咁樣。喂，其實真係可能害咗佢㗎，可能害咗佢㗎。OK， 好啦，中意咧就係佢同阿范姜個女啦。
咁啊，其實咧，阿 B 咧之前同阿張榕芳啦，好似都有一仔一女啊嘛。個女我又唔記得啦，好似都唔係幾靚嘅，個仔又好奪嘅。反而個女咧，係咪個種嘅問題咧？我媽呢邊咧就幼細啲喎，都唔係話靚嘅。我哋睇下啲相先。嗱，呢個係中意啦，但係有得執嘅。點解咧？其實唔使，因為藝人亦都唔一定好靚，所以有性格啦，有個特別嘅氣質啦，同埋咧，如果有最緊要有歌藝啦，佢有得執嘅，佢睇近像近影啲啊，啊，唔係話好靚，但係有得執嘅。OK， 咁我亦都唔因為佢阿 B 個女就特別唔聽，不過我亦都唔會因為佢阿 B 個女特別聽啊。咁啊睇你做法啦，阿妹妹啊，即係呢啲有冇得揀嘅？好啦。我哋睇埋第五張相，其實琴日嘅新聞嚟嘅，不過阿正要就講就講下啦。我真係好冷真嘅。話説喺歐洲國家杯有幾條友嗱，其中一個啊係有份扮嘅咧，係叫阿巴特啊巴特嚇，應該就係巴特咧。其實我應該就係最左手邊個，佢咧其實咧喺2007-08年啊，即係而家講十幾廿年前啦，十幾年前啦。就已經開始扮古列治呢個造型啦。幾時扮啊？但凡歐洲國家杯或者世界盃，佢有去粉去睇嘅場合咧，佢就會扮噶啦。咁點樣扮啊？冇嘢嘅，著翻呢套金魚橙嘅球衣啦。其實我喺荷蘭見到百幾蚊，我想買噶啦。點解唔買啊？我嗰陣時因為佢唔係 official 咯，但係其實冇乜所謂，質地好好嘅，亦都係呢個咁嘅 pattern 嘅，好靚嘅。嗱，見到你都寫好靚嘅都係。OK， 好啦。戴個假髮同埋搽一塊面，喂，老實講，嗱左膠啲嘢，嗰啲左柴我哋唔好講住先。講真，如果你係睇唔起呢個古烈治，你認為有冚家產啲德鳩人扮許蛙夫嘅咩？嗱，正正就係咁多年佢哋咁樣扮。OK， 就嗱呢一個就係1988年啊，荷蘭唯一喺大賽奪冠啊。古列治即係荷蘭三劍俠，加埋而家領隊朗奴高文啊，嗰隊經典荷蘭。巴士頓列加。喂，係啊，嗰隊經典荷蘭啊。喂，而喺決賽入邊咧，第一同頭一搖啊，啊，即係攻入第一球啊，跟住就天外飛仙啦，雲巴士頓。佢決賽對隊冧蘇聯，贏得所謂嘅荷蘭全能足球第一個，或者係到而家唯一一個嘅錦標。OK， 嗱嗰陣時咧都係一件盛事嚟嘅。點解咧？因為1974-1978年啦，1978年我梗係知啦。1974年咧，同1978年連續兩屆荷蘭屈居第二咧，即係輸俾朱伯國咧。其實咧就唔單止荷蘭球迷，全球球迷啊都幾唔鋸嘅。因為喺1970年代咧，因為有告魯夫出現咗啊嘛，嚇喺1970年代咧，除咗個球技之外，荷蘭係荷蘭嗰隊波啊。是代因為告魯夫啦，因為有其他嘅球員啦，係代表種一種天才啦，一種不羈啦，一種瀟灑啦。而德國係一種沉悶啦、紀律啦，即係嗰陣時嘅德國啊，所以咧，話阿根廷嗰種奸貌啦，因為打假波喎，甚至乎喺呢個四強入邊嚇，所以咧，大家對荷蘭係有情熱結，希望佢可以真係打得好。但係喂，兩屆之後，82啊、84啊，歐洲國家杯啊。86啊，世界盃啊，佢都係低潮啊，真係青黃不接啦又嚇，所以88年終於入翻呢個決賽周，而突然間打起咗幾個，即係後來證明我唔係符碌啦，因為呢幾條友，屌你冇無論點做撚都AC米蘭變撚成AC米蘭三劍俠，唔係荷蘭三劍俠，屌你乜又贏歐聯又勝，天下無敵。我最記得1990年世界盃，我記得嘅嗰年咧，因為巴西咧好多年冇攞世界盃啦。就訪問我唔知係加力查未死嘅定係李維連奴啲名宿啊？佢話：巴西永遠都係熱門嘅嚇，但係最緊要係發揮水準咯。佢話啲人話喂，今年好睇好喎，有冇前鋒啊？我話冇嘅，打過先知啦。佢話如果即係佢嘅道理就等於和拉喺2002年啊講，佢話如果好波就贏，咁啊簡單啦，叫 AC 米蘭，屌你嚟踢，最緊要咪贏撚咗咯，叫荷蘭三劍俠嚟踢咪贏撚咗。你諗下嗰陣時係幾撚勁，因為嗰陣時真係紅霸。你應該嗰陣時你開始懂性啦。嗰、那個紅霸之後，一直要去到幾時咧？去到巴塞夢一，先再見到一啲球會級嘅球隊可以咁樣
就是統治性咁樣喺嗰當代嘅球壇啊。即係你就算曼聯咧，譬如三冠王啦，嗱99年啦，你唔覺得佢叫統治當代球壇噶嘛？嗰陣時、嗯、啊，所以有荷蘭嘅球迷對於古列治個懷念嗱，佢可能未必淨係中意古列治喎。咁但係老實講，你試下打，你試下扮文巴士頓，係點扮啊？同埋扮朗奴公民或者列卡特俾我睇下。咁列卡特都可以扮嘅。嚇、啊！都難，都係冇咁得睇得到。短啲咯。係啦，一睇啊，都冇咁得睇得到。扮差唔多，就記得扮古列治啦。你古列治咧，你一遊黑一個咁嘅頭就係、是、啦、嗯。如果大家記得咧，1990年星仔大紅嗰條片啊，即係賭性啊，其中咪阿達哥扮古列治啦，即、嗯、係爆炸。哇！真成啊！呢套片唔得噶啦。俾啲左膠，但係嗰陣時笑撚到撲街入場，屌你老母！阿大哥一走出嚟，咁就識咗嚇古列治，咁啊就已經笑到撲街啦。OK， 好啦，嗱最大鑊就係古列治，佢覺得一啲都冇，嗱佢真係本尊咯、嗯，我一啲都唔覺得受侮辱喎，我覺得好光榮。喂，到今日仲有人佢記得你啊，扮你啊，因為古列治咧，嗱其實古列治真係一代名宿嚟嘅，不過佢好衰唔衰，跟住真係教波，就教親都。麻麻地，係啦，佢搞親都麻麻地。啊，打翻列卡特佢最好。係啊，唔係啊，其實大家唔好搞錯。巴士頓都麻麻地。其實咧，朗奴高文都 OK 嘅。朗奴高文咧，如果大家記得佢嗰個際遇咧，去咗英超 OK 嘅，跟住去翻啊，佢可惜佢荷蘭都 OK， 你唔係好好睇，但係後來就翻巴塞夠忙啊嘛。嗯。嚇、啊。好差啦，佢巴塞。咁就賴嘢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如果講列卡特咧，係直情 O K 添，你起碼帶咗美斯出嚟咯，列卡特，容易咯，嚇，即係起碼用到朗奴丁奴咯，阿迪高嗰期嘅，咁啊，屌你老母俾人諷刺，我都未覺得有乜嘢，呢班冚家產，屌你老母係就話喂，屌你老尾唔撚得喎，嚇咁樣，屌你咩歧視喎，玻璃心啊呢班，屌你老母！是誰說的？其實不是幫玻璃心，是那些左膠的，就是瘋了，扮了所有東西，遊黑就遊黑咯，屌你老母，你就看看咯，冚家產，你那裡，個動機又不是這樣，不是你的舞台劇，屌你老母，是，找來，你專門找來搞，找個死肥豬嘿，屌你老母，喂，那個死肥豬嘿慘啊，那個異形，那個就選美冠軍，他還有，屌你老母，喂，講真啦，他還要出來搭釘就被人屌了，那裡說歧視，擺明歧視你啦，你去做雞啊，肥嘿。然後揾個靚女去做雞啊！人哋屌你乜柒？喂，咪屌個靚嘅咯。好啦，咁你啫，種族歧視咧，我又屌你老母。喂，兩個黑妹咧，我屌個靚嘅得唔得啊？咁你就係屌你老母喺肥胖歧視你歧視啲醜人啊！喂，咁呢個世界上你要以醜為美冇計嘅喎，係嘛？嗰個你嘅事唔好逼我認同。屌你老母，你垃圾嚟嘅！喂，講開呢個歐洲國家杯，我畢竟咧就有我哋 review 下啦。哇，琴晚十二點場波真係非常好睇。阿爾巴尼亞和克羅地亞打成在個 B 組的賽事中打成2-2、嗯、合理的克羅地亞慘咁啊！而家你睇翻個 group 咧，我哋睇翻張相先，睇翻張呢個 A 呢個 B 組睇下 B 組張相，即係應該係第二張啊！啊，第二張下一張下一張嗱，至此我哋耷低個頭先嗱，西班牙、意大利各三分，阿爾巴尼同克羅地亞咁，克羅地亞係慘嘅，咁你贏到咪贏到咯？有咩計啊？嗱，但事實上克羅地亞咧，亦都 too lucky， 之前而家就 too old 太老啊！最慘嘅就係咩咧？咁即係咪完全冇機會咧？唔係嘅，下場懟冧意大利，喂懟唔懟冧到？我唔夠膽講，真係唔知啦。邊有話一定唔得㗎？係咯，發力咁可以。係嘛？咁啊，意大利喂，其實如果有睇啊，我睇翻啲重温，意大利上次贏阿爾巴尼亞，你話你都唔能夠話睇住食㗎，即係而家贏咗2-1就話睇住食。喂，有幾勁啊！意大利，我睇埋今晚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嗱，今晚咧就西班牙對意大利，嗱，你哋可以話佢哋會和杯啊，係嘛？咁你話我傾定咧，我就唔會，我覺得唔會嘅。做咩啫？冇必要㗎，贏咗我咪六分咯，贏咗我咪六分咯，係啊，但係會唔會和杯咧？都大機會嘅，但係即使係和杯都好，意大利嚟講咧，佢就冇咁願意嘅。因為下場對克羅地亞嘛，我就算呢場有4分，我下場克羅地亞懟冧我，屌你老母閪！喂，嗱，我因為懟冧你嘅時候咧，個得失球我諗佢計得失球先啦，我冇研究個賽制啊。喂，佢贏過2-3嘅，咁佢屌你，佢變咗-1喎，
屌你諗我，我又變咗負一喎，對賽成績我唔夠佢，咁兩三球話難，一兩球容易啊嘛，所以睇埋今晚先啦。但克羅地亞咧係形勢好差啦，只能夠咁講，兩場都咁啊，係兩場都睇咯。阿爾巴尼亞反而咧，其實就波咧，你睇到咧都係真係爭，真係冇咁好嘅。但係就係呢啲有拼勁，有拼勁，有鬥志，係嘛？即係老實講，好似嗰晚嗰隊乜嘢啊？即係對土耳其人嗰隊格魯吉納。屌你咁，佢唔即係唔好話贏啦，起碼和啦，覺得佢應該要咁冇計噶。好啦，跟住咧就德國贏匈牙利，我哋睇下嗰組，同埋咧瑞士同蘇格蘭嗱，德國贏匈牙利嗰啲我唔講啦。屌你啲人話瑞士，屌你炒蘇格蘭啦！我心諗，屌你老母，點解啊？因為德國炒咗蘇格蘭啊嘛。喂，波真係一場場嘅啫喎，仲有啊，最後嗰場波瑞士對德國，你估德國贏緊啊？又變成可能德國可能瑞士炒你喎，但係唔緊要啦。嗱呢一個咧，呢一個就好穩陣啦。其實就算瑞士咧都出線㗎啦，屌你四分都出唔到線咩？第三名係咪先？啲得失球又唔係啊，所以其實理論上都出咗線㗎啦。咁但係蘇格蘭琴日贏咗之後咧，佢又有一線生機喎。係啊，因為下場係對匈牙利喎。嗱你問我就咁睇波啊，以波論波嚇，我又唔覺得匈牙利低過蘇格蘭㗎喎。嗯。真係有得打喎！呢場波差啫嘛，你喂匈牙利如果贏蘇格蘭點啊？佢有三分，又變咗有好叫啦，唔好話有得咩啦。得失球差啲啊！嚇，得失球差啲啊！所以係即係嗱，其實第二場之後咧，形勢即係第三場就好緊張噶啦，就好睇噶啦。好啦，好翻嚟嗱，所以今晚咧嗱，我一陣咧，我即係八點三我要去附近食嘢啦，我做多一節啦。點解咧？因為昨晚我同個仔好開心，唉，終於唔使睇夜晚嗰場啦。深夜三點，即係蘇格蘭對瑞士嗰場啦，啊，因為真係頂唔順啦，唔係好睇一件事啊，頂唔順啦我。OK， 好啦，今晚九點嗰場咧，嗱，斯洛文尼亞對呢一個塞爾維亞，嗱，今次咧我根據佢哋第一場嘅表現去支持，咁我寧願支持斯洛文尼亞，因為塞爾維亞咧實在好撚閪，我覺得佢哋即係對住英格蘭都贏唔到嗰場，好撚賓州，所以咧我會支持呢個斯洛文尼亞嘅。但係嗱，呢個 C 組賽事。今晚咧，嗱呢一場咧就一定要睇啦，丹麥對英格蘭，英格蘭有三分啦，丹麥係咪一分啊？唔係，丹麥上次贏咗二比一啊，一比一好似一比一啊嘛，一分。咁丹麥佢又仲有邊隊未對咧？佢就未對塞爾維亞。咁但係英格蘭咧，我諗咧，除咗話要攞分之外咧，我諗都要俾啲表現大家睇下係咪啊？因為你上場咧真係踢得好曳啊！你問我，我唔係一定要你水銀射地啊，但係你踢到咁撚樣，喂，真係對唔到街，真係對唔住街坊啦！嗱，今晚呢場波咧就係最啱時間，12點。係點睇呢場？其實真係難講啊，英格蘭都贏嘅，即係我用以波論波啊。喂，你呢條中場線呢一隊前鋒，即係雖然佢發揮得唔好啊，喂。屌你！你哋咁數人，科頓屌你老尾，跟住簡尼、薩卡，或者出嚟嗰個咩彭馬，即係後備，比學中後面啊，比靈涵，喂，迪勤懷斯，喂，你老實講，即係講波論波，喂，呢、這個中前場咧，中前場嚟講，古雲都唔差啲咪先。其實呢個中前場，我同大家講啊，呢、這個係而家應該被全球啊最佳中前場嚟，最強噶啦，如果用得好，最強啦，你揾得對啊？極其量可以同佢有得困下嘅法國咯，咁法國都係啊，法國咯，唔係佢強啲㗎，你逐個位計。不過法國無啦啦屌你老尾，喂，我又睇翻啲精華，喂，呢、這個簡迪，屌你老母33-34歐，屌你同我睇車路士嗰啲差唔多啫喎，走上走落，佢真係黐緊線嗰條撚啊，原來，喂，咁你咁計咧，英格蘭都贏啊，即係以波論波啊，即係足球啊難講啊。好啦，深夜。西班牙對意大利話呢一場係難講啦，咁啊，但係咧，根據琴日啊，風水豪咧同呢個西班牙抽到太卦，風水豪抽西班牙太卦，德國就第二係啊，比卦都點啊？昨晚比卦喺咁嘅情況底下咧，不過真係難講，好難講啊！其實波真係要踢嘅一場，如果你就咁睇高少少啊，我反而睇高意大利啲。唔知點解，我覺得隔食隔，即係你不嬲都唔係咁中意去西班牙噶嘛？係邊個啊？你咯，又唔係，我又唔憎嘅，唔中意咯。我睇高意大利少少，因為
都是後生得滯嘅。我覺得嚇、啊，尤其是咧，喂，其實西班牙上次話贏3-0嘅喎，其實佢唔係好撚強橫嘅喎，對住克羅地亞。不過一射就有，克羅地亞就射親都冇嚇、啊，因為我唔憎西班牙嘅，我唔特別中意。即斯洛文尼亞、英格蘭、意大利，你就我支持斯洛文尼亞咯，英格蘭咯。但意大利我真的很憎憎喎，我全部都三人入球。我係全部，其實我係憎意大利嘅。我認為意大利人係從來唔識踢波，世界盃都係苦碌嘅，真係苦碌嘅。意大利真係苦碌，識諗踢波咩？屌你！但係咧，我真係憎意大利真的很緊要。但係我覺得意大利可能有機會搞掂西班牙喎，成日都係咁嘅，即係好似上屆西班牙八強輸咗俾邊隊啊？大鑊嘅喎，摩洛哥咯，唔係世界盃啫，世界盃啫，歐洲掛盃都輸㗎，好似射12碼輸啊上屆。又是輸俾啲似一啲嘅嚇，今晚啊，其實啲場波都和和杯都多嘅，機會都大嘅，因為真係大家有著數啊嘛，四分。但係你個和好撚熱喎，而家已經買到，啊，有冇得計咧？好啦，嗱，休息一陣啊。